哎，寺庙然后来一二。五年前，那个80岁以上的银发族呢，到这里来的才50几个。五年来，慢慢的进步，从50几个现在增加到256个，这个增加的速度呢非常快。也就是说，银发族他们能够走出来的话呢，就能够让他们获得健康，获得快乐，获得身体硬朗，而且呢，每天都能够快快乐乐的来，快快乐乐的回去。我骑摩托车啊，骑摩托车到这里差不多10多分钟了，就到了。路径吗？你骑有点快哦，大哥。来这里这么多年嘛，这么多年，这么多，我一直过一天的。就一早上的啦，反正来这里哈，刚上什么课都很高兴的。哦，厉害哦！啊，那你小声一点点，这样就好了。啊，这些乐团的长者们，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都是70岁到80岁，是相当的年轻。那当时我就心里想说，哇，这个老人家这个最大克服困难的是他们要能不能够久站。这时候我发现呢，上完他们的课之后，他们的脚力实在是了得哦。他们可以在我上的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呢，都是纯粹是站着的。所以我们说嘛，越站得越久是越来越健康。因此呢，他们跟我在上了1年多的时间里面，缺席率是几乎是等于零，那是风雨无阻的。那他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都发现到自己原来这么在内心里面都有很。人家说台语说抗宅鬼啦哈，年轻的时候哎没有发掘出来，现在他们很珍惜每一次我上课的时间。那有些长者他们会对身体上的功能有一些失衡的，我们会建议他到医院去做一个健检。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回归到我们中心这边做一个统筹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各自的资料库。我也希望说，除了他们。能够在这里获得健康快乐以外，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家里附近或者亲戚朋友，把他们那些不愿意走出家门的人都能够带出来。除了到今年250多个以外，看看明年倍增啊，这个是我所期待的。活力中心。